我偷学了 New Jeans 老师的妆，去跟韩国欧巴在情人节约会。我觉得有很多小技巧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我呢，先用这个兰芝的牛奶水敷一下脸，它换的新包装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敷到比较干的位置，我是脸颊和鼻子周围容易起皮，这个补水效果挺好的。因为我的皮肤比较敏感嘛，但是用它的话就感觉很舒服。有的时候我感觉涂面膜的话它就太厚了。情人节没有情人，又想拍一期视频，就问了那个咖啡厅搭讪的韩国欧巴，然后他说那天没什么事情，就爽快的答应了。撕下来，就是敷完它上妆，它就有一种水光肌的感觉，有看到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追热点话题。我视频虽然数据很好，但就是跑不出去。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的东西掉了。求求大家了，谢谢谢谢。这次呢不是去明星化妆室，因为上次我拍完那个被坐地起价的视频之后呢，有人说我抄袭。其实很多韩国明星化妆室都有出视频教大家如何化妆，那今天呢就根据这位老师的视频来一起学习一下，这可比去化妆室的性价比高多了。 NewJeans 的老师呢用完妆前乳之后呢会用手给做一下按摩，但是我的话就用这个代替了。哎，顺便带一下脖子，据说化妆前按一下摸的话不仅能消肿还容易上妆。洁娜贝的再生霜据说是有三文鱼的成分，可以修复皮肤，想买试一下，找了很多地方，今天才在网上买完之后收到货。在韩国它比较出名是因为说是有助于术后修复，你知道韩国很卷吗，好多人都去修修补补。上肤感不错，感觉能抓到这个脸上。遮毛孔的妆前乳它是用那个粉色的那款，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用那个绿色的管，但他说粉色的管的话呢是有那种亮粉的成分，所以用起来提亮，而且混着防晒霜用的话就不会那么难推开。但是呢我的毛孔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我就用这个代替了。然后这个老师说他比较喜欢用手涂，说这样的话涂的会更自然一点，我也跟着学试一下。我涂它主要是因为怕起皮。重点来了，要开始记好笔记了，要用两种颜色的粉底液。正常的色号下你要再用一个暗一色号的粉底液，用这个位置为三角区，然后这里面的部分呢涂亮色的粉底液，外面这一圈涂暗一号的粉底液。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总想往外涂，涂出去的不要紧，咱们因为还会涂其他的。我只有这个气垫哦，外圈，然后再用更亮一个色号的遮瑕笔提亮眼睛下边这个位置，让脸看起来更饱满。鼻子遮一下我的瑕疵哦，可能 NewJeans 他们皮肤都特别好，老师直接略过了遮瑕那一步，提亮一下人中。修容我有跟他一样的这个修容盘，就是简单的过渡一下。想让鼻子缩短变小的话，要在这个位置涂一下。然后这个老师画眼妆的话呢，是用这种眼线胶笔，先画眼线再画眼影，他说这样的话会更自然。沿着这个睫毛根部一点点向前画，然后用手再晕染一下，自然一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画下眼线，随便用一个眼影盘里面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用这种扁一点的刷子画在瞳孔下边。他用的是眼影，但是我眼皮太干了今天，所以我用液体眼影。这个是 Devin Diesel 的眼影，它一共有八个颜色。先用这个水泥棕色，然后晕染开。我第一次这么画有点不习惯，然后再用这个淡生姜色铺整个眼皮。最后大家可以用眼影盘里面比较浅的颜色，或者是这个卧蚕笔画一下卧蚕。这是我最近刚买的，然后发现第一次用的时候好像，第二次用的时候发现它就涂不开了。最后是睫毛，但是我烫过睫毛就不用睫毛夹了，直接就用这个他用的这种剔牙的小刷子，然后蘸上睫毛膏用。这个方法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他说这样子的话能让睫毛根根分明，咱们试一下吧。啊，确实它不会涂的特别多哦，这个方法也太好用了吧。对比一下，最后呢我一直感觉我的腮红画错了，老师说的是从这个眼角和鼻子相处的这个点，就是涂腮红的地方，慢慢的往里往上涂。它是需要涂出这种这样包裹住你脸颊的这种感觉的腮红，才会显得脸更小。眉毛它说越自然越好，填补一下缺的地方，是这里比较缺，刷一下染眉膏，用腮红同款颜色修一下鼻子。我用这个比较夸张的颜色，因为要去约会嘛，平时的话大家可以用比较低调一点的哑光高光。嘴唇选一个跟你搭一点的颜色，粉色吧，然后再叠一下中间。我比较喜欢最后涂这种油，
就会特别亮，但它不适合刮风的天气，风一吹的话就都会沾到你的嘴巴上。这个妆已经化好了，我换身衣服做发型再回来。喵楚杰约会了，下个视频别忘了看。On your knees and you still blame me, did you think